Hello, Stephen. Hey, hello. Open a car, Bob. Open a car, Bob. I will wait for you. Auto, Papa. Okay, so you know, but after you finish, I interview, okay? Can you get Stephen now? 你说这个是你一个星期的。
然后我过那个时候就像两个星期，因为我停止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在一个星期就一共就是三个星期了。那你这一期送给妈妈的礼物，你觉得开心吗？嗯，很开心。什么邀约啊？那你有什么可以对妈妈说的？嗯，我想说就是谢谢你们，就是对我的。全都像他老是陪我拉琴弹琴，我就是想感谢他，因为他这些时间都可以就是像化妆，就是他自己像化妆啊这些东西，所以很感谢他，就把他的时间都给了我。好呀，好吧，好吧，每天来他也那么多时间，你一定是除了杭州老师近期的老师，感谢他，你们非常优秀的，取得昆山的作家。